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来到我这一款试玩啊。这款游戏其实老头好像在一年多前的时候就有稍微试玩过了，不过是用直播的方式。如今呢，这次这款游戏呢进入了一个改版哦，然后我有发现这些人物呢，本来从 Q 版的人物啊，变成了应该说本来是二头身人物，现在变成有点。正常一点哦，该这样说吗？就是正常一点的人物这样子，然后做了不少改动哦，所以说呢，老头现在就是又充满了好奇，想说再回来玩看看这一款游戏哦，《恶棍英雄》哦，忘了讲说这款游戏叫《恶棍英雄》了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到底改版多了些什么呢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进来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那。这个人物呢，从原本的大头身，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，有没有？他这边也说，你曾是一个伟大的英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混沌进入了漫画多元宇宙，而你也随之失去了所有能力。嘿，你需要重读新的传奇，再次演示你最伟大的成就。只有证明你才能释放真正的狂怒。秩序才能恢复，好，了解。然后呢，我们记得，应该是我记得以前在玩的时候呢，只有这张图可以玩。现在好像多了后面那两张图吧，而且还可以，哦，还可以改难度哦。哦，还多了后面这两张，可是后面这两张呢，你必须要有一个，哦，就是要击败上一本的大怪物，才有办法解锁。哦，然后难度的部分目前只有两种，我们玩简单好了啦。好不好？不要那么难玩，然后还可以开启合作，哦，再可以连线就对了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只能单机连线啊，好吧，这只能单机连线目前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的技能点数有一点哦，升级一下我们英雄好了。升级英雄，哎呀，我那个技能都被重置掉了，哎，没有，我的技能还在。哎呦，哎，居然还在，哇，居然还在。好吧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减少我上弹的速度啊，要三点技能了，不够，都没得点了。这是什么？连击再生，当连击高于20，每次击杀都能恢复你的生命值。好，随便点，随便点。好，就这样子吧。来吧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行游戏。Go！ 哦，吓一跳。这个 BGM 也太大声了点吧。那 BGM 可以小声一点吗？吓死谁啊？这样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一样老样子。我现在人身处在漫画里面，而且感觉流畅度比以前更流畅了。哦，然后右键是滑步，然后呢，中键好像是就是近战。哦，中键是近战。哦，好像打击感比以前还好很多欸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像是的样子欸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可以直接使用近战攻击，我靠，好痛！哦，我靠，我怎么受伤了？下面有红血，我下面可以补血，然后按下一，然后可以让我们被冻结。这是我的初始技能吗？哇，看得到吃不到，好笑了，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然后蓝色的油是什么啊？哎，不是，黄色的油是什么啊？黑色油我知道是点数，黄色油是增加连击的时间吗？不知道哎，没关系，走看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不是可以看地图吗？哦哟，我现在人在这里。然后上面是问号，是不是？那个绿色是我，是不是？好像是的样子，欸，哎，对，绿色是我。问号展现出来了，然后按 Q 这个丢拔啦，有，非常好。打开，增加你的生命装备，生命值加10。走这边。这边死路一条啊！哎，这是回来的路啊，好像回来了。
哦，怎么 BGM 忽大忽小啊？我天哪、啊！忽大忽小是哪招啊？我觉得玩这个啊，目前为止啊，全程近战好像最强啊、哦，可以把它改成近战再玩的。谁没跟你射击啊？挥刀就饱啦！我不直接给你挥一个刀，那挥一挥死掉了，好爽啊！挥一挥结束了。哇，自己没有东西，哦、哇，痛痛痛痛。然后这边没走过吧？是不是？走过了，这边全部走过了。哦，我们去下面，我们看下这一场 BOSS， 看可不可以打赢。不过我们还好啦，我们玩简单，玩简单不至于这么难吧？我觉得玩简单还好吧。对啊 ，BOSS 在下面。哎，可那一颗星星是怎样过不去啊？不下，不下，重大，不知道磕到什么东西。哦哦哦哦，哎呦，差点，差点，差几输啦。还好这些敌人死掉都不会重置啊，我重置就难打了。我炸！然后往右边走，没往右边走看看好了。哎，说真的，其实感觉他这样改的不错哎，跟以前相比差蛮多的、啊。人常说失去了生命值才会懂得珍惜，是不是觉得有道理？少量输出加15生命值，加15了哦，最大生命值增加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哦，你可以随时切换简单普通模式，而不损失任何进度。好，了解。那我们继续。我讲，哦，这个拿盾有点硬，这拿盾的有点硬哦。我有，哎呦呀！哇哇哇哇哇！一打一打的，近战王道，近战王道。这下命蛙哥，你好，陌生人啊，可以买装备了。我们多少？我们黄油不够。原来现在所有的点数都是黄油啊！那个黑那个紫色那个是什么？不能换吗？完了，好想买啊、哦！我们要多打点黄油啊！就做这个会给黄油而已，给的好少啊！他现在做区别，以前是只有黑油而已啊！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！看我还受伤是怎样？痛痛，精英怪，我说居然精英哇掉这么大坨，142，哎、欸、他这现在还有精英怪啦，以前没有哎、欸、现在做的有精英怪，好酷啊、喔、超屌。这边上面下面不假踩爆你，哇！大怪对决，这是 BOSS 吗？哇！马上进入 BOSS 战。哦，近战好痛哦！近战神器，哈哈哈！赢了。哦，这算是中头目，不算大头目啊！哇塞，能带上更多的手雷，吸收还是装备？我装备了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那算了，这是这一关的小头目啊，还是第三张图了，好酷哦！哎呦喂，
不找不找，打击感做不错啊，赞！小坏蛋，滚！我觉得真的可能是因为我玩简单模式的关系，那近战变得超强的。不要，这是拿来补血的吧？我看不是吧？加15生命只是最大值吧？可是我觉得我快死了，怎么感觉有那么一点危险的感觉啊？我靠，这超危险，自爆补，感觉补很少。我们互有所需，死亡时复活，用我们的血量去做交换。是什么？近战伤害从太刀变成骷髅杖，扣50滴血，增加100%的近战伤害，还掉落油墨的几率。不要好了，超危险的，打完了吧？哎，没有这出口哎，我靠，我走超快的，堕落天神，开始了，Oh my god！ 我会不会死啊？我打不打得赢？手榴弹，冰住他！哎，干，好痛！完了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No！为什么老是射不到他的头？然后呢，死掉之后呢，现在就是英雄升级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些升级可以让你越来的越强，大家就这么简单。啊，其实这款游戏不是不错啦，没有说到不好玩啦。真心觉得，目前虽然只有三个漫画可以进行哦，但是我觉得还算是个不错的小品游戏。那么呢，这游戏的售价我不知道多少钱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很早以前买的。然后它现在就改了蛮多的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去 Steam 上面啊打一下那个我标题上面的英文名，好，你们就可以知道这款游戏啊叫那个这，你们就可以找到这款游戏了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如果喜欢影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会去我的 No No Life 按个追随啊，记得按个追随，老头会在那里不定时做直播啊。希望呢，如果想要关注老头的人啊，去这个按个追随啊，就跟得到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先到这啦，我们下一次试玩游戏再见面了，拜拜。